5月17日0时至15时，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40例。自5月16日发布会后，即5月16日15时至17日15时，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56例，他们是感染者1252至1307，丰台区22例。房山区18例，朝阳区、海淀区各5例，西城区4例，大兴区、门头沟区各1例，普通型5例，轻型36例，无症状感染者15例，管控人员47例，社会面筛查9例。在56例感染者中，44例与近期发生的聚集性疫情有关，上述感染者均已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，相关风险点位及人员已管控落位。